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闪电立方体。我用的纸边长7.5厘米，首先把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把这个角往里折，旋转一下，这个角往里折，展开，旋转一下，这个角往里折，这个角往里折，展开，上面的角折下来。再往上折，翻下来，这个小角往上折，旋转一下，这个角也一样，折下来，往上折，翻下来，往上折，这个边折向中间的直竖线，上面的边折向中间的直竖线。小角往后折，这个小角往后折，展开，把这个塞进这个指缝的里面，这个塞进上面的指缝的里面，翻到背面，这个部分往上折，这个部分往里折。这样其中一张纸就完成了，一共折6个，最后把它们组合到一起，这个角插进这个指缝的里面，剩下的部分都一样，依次把它们穿插，剩下的部分都穿插进来，这样一款闪电立方体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的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